我们台湾陆陆续续好多的群众运动，包含着不管是劳工团体还是我们的学生，都一直走上街头。你认为呢？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？向委员报告，各种群众运动原因不一而足。那像刚刚委员所讲的学生运动跟群众运动，他们的诉求就相当的不一样。这应该很清楚吧？这个就是官逼民反这十个字。当我在乡间在走的时候，当我在基层在跑的时候，好多好多的乡亲跟我说，委员，今天你在咨询的时候，希望能把这个所谓的官逼民反这四个字来送给院长你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把这四个字官逼民反来送给江院长你，也希望你能够来收下他。我并不认同委员的措辞跟形容，但是委员要送东西给行政首长，行政首长通常毅力也是只能接受。市政没有办法听到人民声音的时候，我想人民太多的第一名，也就是政府的市政没有办法得到人民的认同，那么就是所谓的官逼民反，而不是所谓的群众运动有所谓的什么新旧之分，绝对不是。我现在就把这四个字来送给你们，也希望你们能够来民意挥剑。他们是官，不是什么世界。我已经说过我的立场，真的是让你们作为警戒了。真的会，如果没有办法听到人民的声音，对于我不认同的东西，真的会变成所谓的官逼民反。他们是官，不是什么世界。